算是告人第二个人生里程碑吧。是。刚刚在下面，等一下，你们有问过五月天吗？你们在这边放那么多里程碑，我们等一下走路不小心踢到怎么办？不会不会。一阵风吹来，风筝飞向天空，为了你而祈祷，而祝福，而感动，终于一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，才发现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清，你们好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徐云恩，你们好吗？大家好，我是谦哥，我知道你们很好，谢谢。啊，师兄们会来吗？师兄们会来吗？我们想在台上正式邀请师兄来参加小巨蛋演唱会。我跟你讲，如果是一般人的话，我们就会说，哎，再考虑，再考虑，看时间，看时间。如果告五人的话，我们就会说 no。比较直接啊。其实今天对告五人来讲是很特别的一天哦，也算是我们非常非常的人生的里程碑。嗯，我们第一次在五月天的演唱会当嘉宾喽，这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。谢谢五月天，谢谢告五人。你们现在是不是很紧张？对，超紧张。对，很紧张啊。你们平常会那么紧张吗？不会，平常就是比较油条。这也是我们的荣幸，是，对啊，就是能够邀请五月天来担任的话，当然是最大的荣幸。是，那就希望呢，你们把你们的这个敬意呢，等一下下台之后呢，就放在我们的那个五个人的那个休息室里面。敬意吗？五颗哈密瓜哦，好不好？可以啊，我们还可以多放那个法兰西多士。哦，这不错。希望我们不再爱人错过。对。开始了，有油条的感觉吗？开始了，被发现了吗？紧张度已经下降了，很好，掌声鼓励。而且今天这也是算是告人第二个人生里程碑吧。是，刚刚在下面，等一下，两个梦想。你们有问过五月天吗？你们在这边放那么多里程碑，我们等一下走路不小心踢到怎么办？不会，不是，五月天唱告人的歌。有确定是要唱我们的歌？有啦，确定只好是吧？没有要改，马上换歌，本来要唱好戏的。